朋友们一起去海洋世界探索湾，在这里呢，不仅可以见到鲨鱼和鲸鱼，还可以游泳的。朋友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呢？那么就和鲸鱼一起去看一看吧 ，Go Go Go！ 朋友们快看这里呀，身后就是可以游泳的地方了。哇，大家都在海里潜水呢。非常神奇的是，水里面不仅有热带鱼类，还有可爱的鳐鱼，我们可以进到水里近距离观察。哇，快看这个图纸上有非常多的小鱼，我觉得如果潜水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些小鱼，应该是说明书介绍小鱼的名字。小鱼的种类真的好多。今天也想潜水看看可爱的小鱼。好像是可以和海豚一起玩耍的地方呢，看那边有人呢，正在和水里的海豚一起玩耍呢。哇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，海豚跳出水面了。虽然今天也看过很多海豚跳跃的表演，但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过海豚呢。天哪，它在摇尾巴。想体验一下和这些可爱的海豚们互动，但我今天想和鲨鱼一起拍照片，还要一起游泳。现在吉尼要去的地方就是可以和凶猛可怕的鲨鱼一起游泳的地方哦。鲨鱼呀，你在哪儿？一会儿吉尼就像这个人一样和凶猛可怕的鲨鱼一起游泳。好可怕。就是这里，朋友们！哇，水里面有超级多的鲨鱼！哇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快看这只好大！哇，怎么办，朋友们？虽然吉尼没想到会有很多鲨鱼，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鲨鱼在等着吉尼。朋友们，吉尼准备去看鲨鱼了。首先，我得穿上这件潜水服。穿上这个衣服的话，就算鲨鱼咬我也感觉不到疼吧。哈哈，吉尼已经穿上了潜水服，准备好了，现在去找鲨鱼吧。我走了，朋友们，一会儿见呢。现在正是鲨鱼朋友们午睡的时间，所以吉尼刚刚勇敢地在岸上看了一会儿鲨鱼。好的，听说再过一会儿火烈鸟朋友们就会来悠闲地散步，那么吉尼要去看一下散步的火烈鸟在哪里。 OK。 哇，朋友们快看，吉尼现在正和火烈鸟散步呢。哇，火烈鸟羽毛的颜色真的好漂亮，感觉他们真的很喜欢散步，可是他们走得太快了。虽然我很想跟他们一起散步，但是太快了，吉尼根本跟不上。就这样走了，再见，拜拜。
再看那边，那里有一只非常可爱的长得像小刺猬一样的小动物，如果把它卷起来，它就会变成一颗球。Hello。 朋友们，接下来吉尼将要最后一次进入深厚的水里，和超级大的鳐鱼，并且还有非常多小鱼一起开心的游泳啦。那么现在就进去玩一下吧。现在水里的小鱼真的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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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呢，是不是很神奇呀？吉尼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人鱼公主，正在大海里游泳呢。